大八节，行。怎么那么久啊？又是怎么办事，半年都不见人影呢？啥事我你来？就是了，来来来，先生，谁知道你啊？玩吗？三公斗牛、夹金花都可以玩的。是怎么玩这个啊？就是玩这个啊，你想玩这个。哦，有点，看到没有？哎呀，有了有。哎呀，八点了，八点没有了。这个也很好玩的。就是啊，我们经常玩这个的。你想玩哪一种？就打三公吧。打三公啊，我们现在去打三公。是啊，打斗牛也可以，玩斗牛也可以。不过我们这里一千起步的哦。玩这不大啊。对啊，玩大一点刺激一点啊。那行吧，一千就一千吧。爸爸呀，快点。会说要不要捶背啊？100块钱。知道，可以捶背啊。对啊，那行，他最近干活太累了，帮我捶捶背。公哎呀，9点，中白中白，又中白了。哦，觅食这个杀了，四点，一点都咬了。哎呀，这么好赚点啊！加多一点啊，老板，给你100。谢谢。今天晚上朋友去吃烧烤，马上工作啦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小康啊。啊，多少岁了？23岁。还挺年轻的啊。公公公公公，哎呀，八点了。八点没有用啊。公公，他们他们，哎呀，7点。双公九啊，东家。哎呀，八点了输了。我7点也输了。早知道下100了。那你早知道。早知道我都不下了。啊、早知道上百，我下1亿了。没有，早不早知道了啊！多少赢了没有啊？赢了。要不要洗了？200块钱赢那么多。哦，也还可以啊。不洗了。不洗啊！不洗那就别怪我了啊！刚我是问过你啊。2W。老板做什么生意的？啊，是房地产的。哦，房地产不是倒闭了吗？现在。别人倒闭，我们不倒闭呀、啊。嘿嘿，公公公公，这么说。哎呀，要几点？哎呀，7点也没有用啊！6点有没有？6点都没有了，三公。哎呀，东山，我觉得不差了。但我都叫你洗白了，你洗过没有啊？5点，你自己说不洗的，不关我事啊。可以洗一下牌的吗？这么说。过一下牌。哎呀，气死我了！随便你过。舒服。哎呀，公公公公公公，哎呀，9点啊，哎呀，8点，三公，东家，我们9点一三公啊，东家了啊，哎，太旺了，哎，你自己也洗过了，不能怪我的，是不是？早知道我不下那一把了，烦死了！哎，好多蚊子！谢谢啊！哎呀，赢了，赢了3天了，还赢啊？没赢啊！我还赢了8天呢。哇，为什么就我一直输啊？中！哎呀，二公这边。哎呀，双公鸡啊！双公鸡、哦，你不要攻了，又是9点啦、啊！哎，太倒霉了，输了，这钱归我了啊！那是1点你输9点，9点又遇三公。老板还玩不玩？你敢不敢跟我赌一把大的？怎么
属于咋大的？住了，我做你女朋友，怎么样？你确定？确定，我单身还没结婚呢。是吧，小梁？这是癞蛤蟆，你跟他赌啊？没事，小问题。那就是我去了，行不行？你出来就去我家帮我打扫卫生。啊？打扫卫生啊？不行啊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可以，没问题。再住啊？那我都不用再住了。你那么有信心呀、啊？真的是。我去就上班，我去就得了吧。不行，我们看现金的，不能下楼去。还要输钱的？要么你就下一把大的。把你人蹲在这里，输了你就跟他回家了。那里有金项链，你玩不玩？什么链子啊？过来，我这么多钱夹住，夹住。钱还有你，对不对？对，钱还有我都归你。来了，来，你多少岁先？我18岁，没结婚。好，幸好没想到还有这样的麻烦。哎呀，五七八妹子，哎呀，九点了，哎呀，八点收工吧。哎呀，走，跟我回家。哎，先别动。什么？张工，杀了。我九点杀的喽。记得来我家打扫卫生啊！谁跟你闹着玩呢、啊？真的是，愿赌服输吗？你输了啊！你也知道啊，他家1000多平的哦。就是咯，我家1000多平，行吧？要厕所了，要打扫一天的不？你帮我打扫卫生就行了啊！你手机都不好了，痛快点！叫我玩怎么玩？爱玩玩玩个屁啊！自己爱玩还怪我？气死我了！要打死我也不赌了。个大男人孤孤独独的，怎么这事呢？啊！不过这个家伙也挺多钱嘛。对呀、啊，他挺多钱的呀。去分钱了。去分钱，去搓一顿去。去哪里搓？去、啊、我家那个1000平方那个厕所搓。